学平，南汉族，63年出生，披红戴花，就像这名利双收。高兴不高兴？高兴。学平啊，美不美？美，美就是美，不美也美。为福利事业奉献爱心的人都美。 学平，你的家我看着也是在咱们区内住，请问你呀、啊，上没上班？怎么呢？说你呀、啊，上没有上班？我没上班，放假了。放假了？是放半年呢，还是放？都放10多年了。哎呀，这假放的太长了，放的好啊，干点什么没有？ 来家待着，在家待着。那你抓彩票钱从哪儿来呀？总待着。啊，借的。走着看，中大奖呗。 看他们节目什么样？一看，咱这儿这朋友看咋样？一看南方。
在哪儿了？棍子哪里？有铁，是不是收铁的？啊！我就穿队伍了呗。嗯，你是啥人呢？嗯，肯定啥队的。我身上凉，我操！控制住不了。那花你多钱？你那还没钱，都不开支了，哪有钱？那玩意儿不开支了，哪有？长个样儿，长得头你。干面。啥子扁的？给我那酒劲。还他妈不开支还挺能吃的呢，我看。你这地方你吃剩一半儿。掉地下了。咋整的？洗涤一半，那我不吃了。你也剩下几个了，这玩意儿白瞎。迷糊，那更得迷糊了。瞅饭迷糊，你瞅他吃鱼咋没事？给我。走，撤退。这家伙，我站着就闹心，太冷。这屋里冷。走了，老娘。好好的、啊，别野货啊！那样老说野货呢？外边。其实哎，真的，外边比我想象的毛多了。哎呀妈，下雪了又。
我这儿啊。他们挺多人啊，刚才。哎，我死哪儿？咋的呀？我没带炒股，我炒股拉抽匣里了，我又炒股丢了呢。进了，我留记着。这跑啊！最鸡巴张嘎的挺费劲的，这个挺个的，操！哎，咽不咽呢？妈了个逼，都不住了，操他妈的！啥意思？拿话刺激我呀？你就不该你处了？啥意思？他那个也黄了？啊，他那跟那也不处了，他说出差太累了，我走爱上你，我你妈逼做你毛型儿，操！收起，那逼我操！我告诉他，我他妈逼你不错啊！我说我没事儿上你家门口站着，一天站十分钟啊！完了鸡巴，脸老鸡巴红了，鸡巴操！动呗，俺老不好意思，操！你老上人家门口站着啊？人说你老对象，你上人家门口站，真丢人！那死缠烂打，死缠烂打嘛！管你，要你就别多说话呀、啊！管他老婆，不同意你就不同意，直接你就走呗，不走我俩站着吧，推车。完了老一整就说刺激的小孩啥的。他也不知道王娇他呗，知道不是？啊，还老提他呢，说你该不要提老子？我去妈的，我也鸡巴，你说你行不行？我也啥？我还老提了，我俩都不走，我刺激到你。知道王娇了？谁知道了呢？我他妈这边还是买粉，他们也不知道嘞。谁是王娇？又一个。完了那啥，再晚就不同意是不？对呀、啊。不同意你提着就走。他的意思就是说呢，有你追的余地啊。你对我是啊，你要不同意你切就走，真烦的话你切就走。我还不嘞，他搁那鸡巴刺激我，操！好意思吗呢？啥不好意思的？我操！我以前咋个他的啊？哎，张大胳膊上有个大铅笔，烧了一个烟花，现在老清楚了。行行。他告我以后不说话。我大鸡巴说不说，我还气他呢，这逼挺恨我，这逼把他铅笔烧牢了，烧牢了，啪一怼，我给我吓坏了，我前科太足了，我得好好表现表现。我就认为就是说，啥事干咋的了，就这人都死了，我也不愿意往那个胳膊身上烫个烟花，打个口啥玩意儿。他跟那谁处多长时间？没事嘛呢。陈浩，两年。那有啥的，八年都能还。那小孩太小了，成那样了，多大了呢？一百了。小孩儿。啥给你困的呀？
哎呦我昨天两点看书看到两点半，我两点半我就不看了，再看五分钟就毙了，毙了我操，又看到人家看到三点了又，妈逼了看书时间过得太快，睡觉了，我三点睡觉，他妈的九点多起来了。太难受了，哎呦，回家一顿狂搂。我脑袋上下起个你脸上那玩意儿了，真的。很累，痘儿嘛，这儿有一个。一会儿一会儿吃回来还得用它。哎，那疼吗？哎，郭大爷，别往这里吧。嗯。谁哪来的发炎呢？那我得用它，我得把咱俩找出来。吃呀。我他妈嘴还快呢，花椒，操！我说一会儿给你买点花吧，他说不用。那你锁上干啥？你别行动啊。那去买去。妈的，我大冷天的，上哪去买？那十拿多久？一会儿等你们，哎，心灵和摄影回来有花的话借一根。谁跟谁领？摄影和心灵、陈大他仨回来了，摄影花一人借我一根。你去他妈传单他都没回，你去他妈又急眼了。完了，蒙了一下。遇到妈看我家了，没有存在。没看着。那就行。管陈大要一会儿，管这要一会儿。那你去他妈问我干啥去了？我说跟那个跟小白走了。嗯，没事。一心给陈买的啊。我说那意思，他张嘴能给陈大买，我一人要一朵能咋的？我狗逼啊！反正你本拿家也得谢，都一不老夫老妻的噻。我再有这点玩意儿，我说一人给五块钱，我拿送的。今天不要呢？啊？咋不要了？我帮他养着。养我帮他养着，不行。玩会儿。哎呦。给他送的。谁不知道？刚过来。走。别送了，现在。你去有人过来怎么办？过来你说我这花儿放哪儿家了？三十呗，你给我包。那不是，那我一拿花儿一过来，你去看着这花儿怎么办呢？啊？看着这花儿。拿双袋装着嘞，等你。拿个双袋装着呢，都是。我有那小小小任他行行行吧，我明天请俺吃饭，你妈逼怎的？四五块钱花儿，你拿家有啥用啊？等会儿呢，一星，这是怎么办呢？我不知道，你这么不行。我办事你不贴底啊。行，你不说，我告诉你，这事要穿了，我告诉你。你妈有我傻呀？穿我追过走。来了，他又来了吗？来了，完了，忽悠不了他了，操他妈！你妈逼这会儿才来呀？刚想逗你一会儿，就逗不了了。怎么了？想逗逗你呗，说亲情咋地呀？不假啊。嗯，有意思吗？有话动了，赶紧送咱家去，要不就汽油你摘一来吧。你汽油你拿，你进屋也得换。能养，能养。什么玩意儿？你回来，咱拿回家，你老是看。你一朵花得，你整两朵花，你老舅还说你干啥？显摆啥？这好事啊，俩数的花。闲得。别跟那边废话啊！我说一个人买的，不乐意。妈，一个人啥意思呢？没整明白呢。他一开始告诉我，看一看一卖花的地方能买的。哎，你我一开始要打你这么办的话，你兜里钱就肯定够完。看一个五块，看一个十块。嗯啊、你全买了得多少钱？不打电话，你进咱家、啊，你拿着花进去。你放后边。不是，完你说咱我咱问你干啥？完你说什么？你说我这买花，说跟那点不行，他家儿子怎么办呢？你说不明白啊、哦？他俩人有人喊着，完我立马说，你说刚才我看到他了，我跟他陪他吃完节吧，这逼不搭理我，后边不他看到了，我就走了，说刚给你买回来，骑车自己去，大雪天，你说多鸡巴感人的，那对自然点。这样的呀，这送了，哎，你说我录咋样？
我接了花是代表啥意思了啊？啥意思没有？只不过别人他送花，我也要。亲亲人铁子，铁子，铁子花，难过哟。哎呦，咋拿不行？冻死我了！不行，叔叔不能让你进去。非礼了！我求你了，你这收拾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了你啊！啊，俺俩这么好，你说你家那么多人，你咋进去还脱鞋？你妈费劲呢。行，进去吧，拜拜。哎，你站那个人来找我来啊。完事儿，走吧。啊，整，送你给整花了有50块钱，买得起行，三块没有，三块，飞跑了，操你妈，没有气死，这傻逼，我告诉他绑着绑着，他妈不绑，你买的啊？手拎的，啊？你买的啊？俺仨一人买一个。晚上加他拎的啊？没有，他俩一人一个嘛，嫂子一人拎一个嘛，然后七零那个下车了，掉了，我告诉你，绳拿绑绑哪儿，绳丢了，这傻逼不绑，到这地方飞了。几千角都带硬币了，我弄的，白花钱，飞了，那飞飞呗，瞅还瞅着呢。嗯，汽油飞就飞了，关键你媳妇别飞了，不要飞呗，干啥？那气球都飞了，3块钱一个都挺生气，那媳妇要飞了不更生气？那不成行，气球飞了，俺他妈来气，我告诉他搁身，告诉他绑，他不绑。那个点瑞啊，点皮，不是点瑞。他那两套房有你家没呀？有他家。你家就搁那边儿去啊？哎呀，你接着给一箱橘子，人上接着卖。我但你给我给经理带个口气儿，你说我这样如果动签了，商店不给我解决的话，我说你记着，他把办公室给我腾出来。那行行，我说的他还有啥事儿？他说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就是那个职工就是，就像自行车厂那叫什么玩意儿？买断子。买断子的。嗯。说你买断不完了，还是同意经理继续承包啊？还是说买断？我说经理愿意承包啊，还是怎么的？还是不承包？如果集体买断的话，我说我就跟他买断。我如果有人承包的话，我说我这名额跟里边站着也不攒什么费用，也不干啥的。我说我不用，他拿这钱给付款的。我说我愿意，谁有钱都行。我说我都高兴。我就急，狗我能多钱，1-2万块钱，我能咋的？我搁里边他愿意咋咕噜咋咕噜就。看你这个金融你不能买断。你要说我不干，我自己不爱干都买断。那经理回去告诉经理了，经理那谁？周云兰还把俺家电话接下来了，然后告诉我，老师，我谢谢你啊，你不买断我就谢谢你。商店吧，大多数全同意买断。嗯。一听说我没买断，他们都合计咋回事儿呢？嗯。噼里啪啦，能有1多万的买断，他一下承包。你现在要回来吗？我要跟着你买断，完了。你又怎么了？对，商店钱那他没带窗户啊。如果说是占一多半不同意买断的，这商店就黄。你知道因为啥？咱们就是劳保工资有4个月没开，职工那工资5个月没开，那阵就处于这个阶段。现在好了。那没回。好屁。嗯。我那阵儿我就合计，我说。哎，怎么行？早就不开职了吧？啊，又怎么了？我要想干，我以前我就不开职。嘿，自个儿开职的，开职老赔了。啊，好，你一说就知道了。弄不到，我要开职的。带一下啊！我也回去看看。啊。拿孩子家。啊，有机会。
两毛，有啊，有你两毛，有我两毛啊，还有关叔自己两个不？什么呢？你咋就给我两毛钱呢？两毛钱，给四个两毛钱。二三四五六七个，七个七毛钱，给我三毛钱，给五毛钱，完事了，给五毛得了，不差五毛钱。得了，两毛给我。卖了，拿着啊。啥？不卖了吗？不卖就那两毛给我了。卖，七毛钱全给我得了。俺就这七个。拿七毛啊？啊。咋？你还要两毛啊？这？赶紧，不卖了，走，拿走，拿走。对对对，你这两毛。你这两毛钱，这两毛拿走。哎，你别拿了。我钱不要，不卖了行不？拿着。他把两毛拿过来。你拿两毛，你就有两毛钱，走。不卖了，这两毛。拿给七毛钱我就给你。给我七毛钱，你走啊。给七毛得了，不卖了，走啊。唱你妈，吃你妈鸡巴呀！谁让你买的吗？这别鸡巴我吼，气的吼！你妈那骚卡！操你妈没完了的！小八逼孩子，过来！你妈大鸡巴骚卡！过来，大裤衩！还有他爸。哎我操，这两天练的不是吗？台球啊！那咱不行，到你老婆要扔了吗？那哪能球？来吧。转呐，这新麻的呀，那比中医现在强。二十斤，今天清明节我咱哥俩是没有一个没有花，一个没有巧克力的日子，爹咱俩都水了今天。谁呀？小白俩没有巧克力。我说我妹妹呢，一个没花了，没巧克力。啊。咋的？给你妈送几块拿回去啊？漂亮吗？不用了，不行，我说的，你说我给他留的。嗯。哎呀，不拿了，不拿不太对劲。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。老毕了。让回忆再拥抱。听到没？给你妈留，你别吃了啊！讨厌，当然不能。你咋的？你这给你妈留一个多不好啊！哎、啥子留点。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。你咬喉咙冷啊？走遍天涯。不行。不了，你咋这样呢？哪样啊？给你妈拿过去不行啊！你俩不能不抢抢啊？咋的？能不抢一会儿吗？我给你妈拿过去不行啊！你俩还行，坐着抢抢，只要走道站着抢抢，又惹事儿。个不高啊，猛抢抢。怎么的？是明明你是用不着我了，对不？啊？这么多呀、啊！你别吃我巧克力了，是不？不完的明天，忙不完的我，陪着哭，不尽的晨昏。呀呀！哎呀！我贴了脑袋了。那不是脚没脚的，那是没皮。我操！枪死我了。
哥，你错了。我错了。没到脑上了，没。服吧。来，我再提点什么？提吧。我提，再你起来，我再提点什么吧。我干几吧。别动。我踢到你脑袋怎么办？跟够不着。扶着我在这一听。你给我爸告下来了。哎呦！哎呀，老爷子。找人。哦，大美女。哎呀！大美女。转了。哦。别闹。哎呦，给我咬疼了。哎呀！白抽巧克力了。白皮，你鞋本都塌了。我一鞋本都塌了，那会儿回一段。外头有个好镜头。他蹭炉子呢，照那个。蹭炉子还可闹了，太棒。劳动嘛。忙不完的我，飞在无尽的。以后就没有事求我了，是不是这么对待我哈？是吗？是不？是不是？还逼他？我就逼他，谁让你撩我的？大腿儿，该换才该呢。啊！真是的了。他比现在去哪儿了？完了，小白，完了，不理你了。白皮真没面子。白皮一拉红的。等会儿。你看。哎呀！这该过节了，这我的事儿呢。来，我的事儿呢。等会儿。我给你追上，不让他走。挺好玩吧？今天有新鲜的事情了。不想你了，小白。你说你多水。完了吧，不想拉倒呗。完了吧，你都不想你了。哎，老黑，多少？90300。谁的？对于你的名字，从今不会再提起。拽不罢休。还有，大力。香蕉娃娃。啊，不好喝的。他咋说的？不知道啊。我说啊，我想干他。啊！是啊，有的哪儿发的血？啊！行，我一会儿过来看等那些啊。慢走啊，不送了。咋这样的？这皮还没有意思，我也说我跟他一样的，哎，这皮当时兴奋了，是吧？啊，我要一样，对，就那样，就是，给我吓的。这些根也不矮呀，不也是高跟的吗？这么孔的？还插根的？啊，那也是。屁里边炫进去的那种，老大哥有的，咋不去呢？干啥去？干啥去了？太远了。提了，回家换双鞋，聊一聊钱去。万一这逼真成锅了，想要卖票不？啊，不，你要不？我操！别误会啊，我拿一票。那想要不？
我不要。嗯。被杀了吧。圈二让雷。别走开。都十二个媳妇给你，亲二个。不了不了不了，咋的了？不了不了，这么的，看到吗？哎呦我操你！你咋有劲儿啊？没有被压的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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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你们一样，不一样，哎呦，哎呦我注意啊，我挨一个照片子，妈逼，你们那边要挺甜，一会儿我要一上他妈，我准备好了，妈，你睡觉呀，你。马上呢，西明有小子就过来。你说他去年买的三台那个卡马斯车，我今天还真看到他的卡马斯车了。我就上那个，我今天上那个法油的量场，我就订楼去了。他那车就是那个法油的量那个量产上的。他也是准备一下，一到天哪了，他就跟市政查到哪里边干的工上了。你看看他能。他那个车，他那车是90年的车。他那也没有手续，你说他那车花的买，当时买不论自己修的，就是当时买就是6万块钱，什么手续也没有。人那车咋的呢？我认识这小子吧，他的外甥是北京市专门管这个汽车报废的。他哪是大车？大人家也是大货，就是三峡那玩意儿，哎，又买个累死人了，这五台车才要12万。10万块钱是上大，那2万块钱是给的那个厂长的，这12万吧。五台车才12万啊！完了呢，你外边你再卖多少钱，人不管。这边就没啥事儿，现在我他要是说能买，咱俩就把那队伍点买不成垃圾不倒，对不对？也不咱也不耽误啥的。他一来电话的意思，最好谁有钱自己买出来，回去修修。那原来都开不了，一台车挣2万块钱不费劲儿。你没油啊？哪个台的？这不有个视频吗？哎呦，家就说这个窗户，你看家好有点低。没打呀？什么门？干啥呀？门闲的。
谁和哪来起的兵？干啥呀？村委的正经，他封村委不能提封。村委起。二三八三四个起。多少？多少？二三八三四个起。二三八三四个起。你有两块钱吧？没有。纯阳的吧？是的，我要钱不行吗？这不要钱。说有电话啥呀？疯了。没事少鸡巴下去搁这里啊。吓一跳。谁又恨又爱呢？啊，这个。能吗？不可能啊！行行，别算了，你根本没啥希望，你就扯上我。来吧，扯鸡巴蛋。啥扯淡？别鸡巴瞎说扯淡。没把呀。干啥呀？我也没拿手电呢嘛。胖子对你一心一意的，我应该是他，你傻逼说的吗？你放屁的，一心一意就是娶他了呗，能说怎么？他自己不能娶了，离开你，我操！谁没事儿？对，就算你以后，比如你没跟你，比如说你谁也没娶这四个人，谁能就是以后就是在你有病的时候，他离开你以后，谁能来无谓的照顾你，关心你？啊，说不定是他，怎么可能是不是？这他妈挺，这边得挺坚决，挺实际。嗯。啊！我说啥了？那个。上中学作文都写啥子行，我就教上去，操！给我别一别骂，这只要读一身，铁杵能整。这是我的歌呀。不要晃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我要好整的，这是狂草。这是背面哥。啥玩意儿？你靠！操你妈！这是狂草，你懂个屁！低稿，明天用标准字体来写，你知道吗？我屁你呢！你懂了一点艺术你都不懂。老爸拿来我看看。你爸又给我撕了，不信？我给你念。拿来，你念啥？不先撕。你等一会儿给你看。哎呀，撕了，看一看。等一会儿。拿来。有啥客气？你给我撕了啊！啊，我这可是编一下，我这编出来的。哎，知道我有个长板底稿。这是处女座，处女座。你给我这一下午才憋出来这点时候。小点声。回家。回家。开始我没有就此放手，我以为可以用我的真心来打动你，可是这一切全是在浪费时间，既影响了你的什么玩意儿？你的学习也。这错别字也耽误了我的工作，所以现在想开了，既然你不答应我，我也不再打扰你了，这个你可以放心。我现在依然喜欢你，自从我第一次看见你，我的感觉就告诉我喜欢你。我独自去你学校好几次都没有叫你，我觉得看你一眼就是最大的满足和快乐。也许这一切都是我一厢情愿，也可能是单相思吧。关的关心自己的人，行那才净鸡巴错别字。那哎，你能不能点一半啊？你去死吧你！不要打扰我的呀，你看看。关心你给我带来幸福的。你先找我的草吧，你干啥去？考验我一下吧，也许你。也这么认为，我也无能为力了。但是你还把我当做你的朋友吗？如果你，我非常感谢你。如果我们真的是一般朋友的话，你有什么不能可以来找我？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你有什么不开心不能向别人倾诉的事，可以给我打窗户。什么？这什么我？来呀，我愿意做你的忠实听众。你也许认为我是一个不好的人，那你错了。也许你还是不太了解我，也许不用了解我，那是你的事儿了。请你收到信后给我一个完美的答复，就写到这儿吧。你小弟知道我的传呼，请尽快给我。还行，实在是他也没有那一半好的。没有。好不行的。哇。操你妈！你也没死心呐。别埋汰了，处女座。来。
啊？找什么呀？一杯一的。老陆呢？啊，你还今天几月几号啊？老陈，我这是不对。啊。啊，不着急，没事儿，你办办你办你事儿，完一会儿回来吧。我那什么呢？我在同享同享女孩玩，你说搁哪呢？啊，一会儿你上那谁家吧，上刘婆家。啊，行，我不着急，你先办你字儿啊。啊，行，撂了啊。啊，哎呦，我老不像那是外甥了。我挺有谁？哎呦。看呗，有人都扎你里了。看呗，这些字儿要是我写的，替我扎。这个唱妈太鸡巴虚。啥？太虚。净什么的？这鸡巴就没有两下子装的文化人啥用啊？咱是文化人吗？你是文化人啊？是吧？你到三家五岛一挤吧，你知道吗？妈呗。啥呀？你写的，你给我背一遍，啥的？忘了。你告诉他，你写一遍就能背下来啊，那是强的。他呗，文化人啊，三家五台一。你不是文化人吗？三家五台一。啊吗？这比你编的还鸡巴那个，操！你编就那挺那个，他比你编的还挺那个。他不就不是他写的？你还玩文化人，你都不知道他写的啥意思？我现在我都合计，我操！主言意思。李莎。不能。背不住，李丽莎。天气预报。258681。286。听李波的吧。哦。你一会儿去二零姐啊？啊？一条道。谁穿的？桃子编的。别扯呀！说实话，谁写的？我写的。说不？我写的。李修，用刑。我知道谁写的，少元写的。少元啊！啊！我操，少元是这词儿啊！不让我给你写的，真的，你把我刚才那诗写了完事儿。你干啥用出来？写了啊！前脚一直埋，姑娘你爱谁？过过年我起码歇会儿回去完事儿。写的。来王总，你这不是骂你朋友呢？你是不是骂你朋友呢？你大装逼哦！你干啥？啥意思啊？牛逼！那我走了，王总。干啥呢？拜拜。走了。啊？干啥呢？回四马路。你别卡死，操你！操！你让人开除，我们再给你砸死。阿诺，等两天你去陪陪他。走，大不一样。挺大车本来那就害事，完搁那块儿。干啥呀你？这太赶的儿子，你别坐，就整个往里凑就行了，不用端了。儿子大的人。跑过来。认识啊？车腿点儿打开了。你停那里，你不往外走。那么细，很稀少。没认识。啥、啊？你有想法啊？没有。不是，我说这你们家不拜认吗？你要拜认，别理。太猛了。熬点啥呀？这好皮啊，比人那大，真的，这不好皮，这也行了。
搁哪洗头发？嗯，搁哪洗？家洗的呗。才不是呢、你就我过去。你帮我。我操！看你屁眼戴眼镜了。方才在教里想看，也没看清他是什么兵刃。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。你把窗打开吧。那车到几点来着？七点多吧。今天找工作我连要不要不一定。啥？搁医疗器材。嗯。咱搬运工是当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连要不要不一定。要要那些录用三个月。就看你。一月四五百。嗯，差不多。那也不是没发展的空间。啥发展呢？发展啥呀？谁要你啊？你跟他那里怎么的？你就傻了，啥也学不着，怎么的？学到谁要你啊？学到哪大工小工干着，一个哪月少怎么的还啊？大小工一个月多少钱来说？我爱干，你懂不懂？你干啥了，小哥呢？干啥？有一次打仗。打了啥呗？社会在社会上道上也行点，你知道不？这批搁里面办事儿，就报房里。咱楼上洗楼下洗浴中心，楼下洗浴不有报房吗？可以办事儿吗？你花点钱办事儿。楼上办事儿，咱们就是其实算一个小时五十。你楼上学校办事儿，一个让我当场就堵我了，完了就吵起来了。完了还有一个小子是继续就骂我，要我过来叫爷跪着给磕头。然后那天吧，就是咋了？那看场的力哥没来呢。其实我自己说话算了嘛，我没吱声，我给了我旁边人眼神，出去了，都是正常的那个正常的管啊，掺的东西啥的，拎出来啥的，跟我哥我就干了，干了鸡巴连那个一个轿子，一个轿子里面坐了五个人，连堵了我七天。好狠完。他们那个经理回来了，出去办事儿去了，回来了，上外地办事儿了，回来了，完给我摆上，或者再有一次刘冠军投电视嘛，刘冠军投电视那次，给我手机，我手机他妈丢完了，干啥？这么里外里外和经理一个不是人，你知道吗？没干，我就越干越死，心里越死。打仗你那往前冲，咣咣的干，那你那没看到照片呢？那照片墙上全写那写那都是盘子上写呀，全是那种咱们照的照片，现场拍的。这没来那时候，天就是顶多是三天打一仗，那是最次的时候，要几乎是天天打。我补了多少？玻璃啊！啊，玻璃今天帮他。他法律禁区劳役士卒，恩泽不待遇咱们呐。国人您说，那皇上洪武说的多好。跟谁讲呢？跟谁呀？不知道。谁俩同乡啊？他家没人。谁说他俩同乡啊？啥他妈！别喊你，人家关门了。我去哪？你妈逼，一块去吧。我去不好。走啊！你就喊大婶，你不喊大婶有事儿，大婶知道啥事儿。咱歇歇啊。遥遥大浪奔腾来，最受伤的心。你还在想你，狗他妈早上到现在都没喂上。
不要让爱你当时间那倒行。大喊大的。看一下就行。你看。哎呀，哎呀。我。哎呀。风沙子。挺嫩。没有风。吹下咱的嗓子，那么紧张干啥呀？你整那么线。一会儿你把眼睛拿出来，真疼！操。那啥。那谁呀？你说这你最狡猾的关键是雷子这人吧，可能死，你真得这点主意。看见他了，他就这样人了，我那个心大，我在那讲呢。你快赶紧走，走，是。几点都行。这多热的，大热天的，坐。我这玩意儿。哎，你六个。不能太晕脑子，容易拉伤。哎呦行，哎，脸都红了，这比这鸡巴挖死你妈呀！老黑给他砸了他，老黑，他老黑一把小块儿。老刚说几个？二十个。老刚说三十个。行了，他妈操！一个小块儿，那我一个串儿，跟那块儿瞅呢。你看，毕竟说人你有咋的？你不精丝吗？一个月利润都多少呢？你这一退休分个几十万不挺好吗？你那驴，你那驴打嗝多钱呢？一天当搬豆子给打两万嗝，不就多钱？对的，跟这这老聊什么？啥意思？没啥意思。啥意思？闹！哎呀，啥意思？都过了，啥呀？嗯？啥意思？比拳都没办法。啥意思？不玩了，你玩你玩两天吧，给你面子就拉鸡巴倒了。我告诉你，哪天那玩意儿我不行，我就上不上派出所，小逼崽子领我走。派出所该去还不应该的。操你妈！这今天我太憋气。哎，我憋气在哪？操你妈！咱说，我小明这人仁义吧，哥。没啊，刚才没。我说我仁义不？不，我问你，我说我仁义不？刚才你别，这话是我说的，你别到时候用上。他不是，我不是说你要他要我玩，我都不玩，我认可他妈高家躺，我是不是要我都不玩？听我说，我那天他妈逼来说我端水，我喝酒的时候，我说我去卖个单儿，高屋玩上了，你玩就玩你，我也不到那逼说也不指挥，我他妈端茶水敲门，搞媳妇刚门口开着门了，刚那侧门这门锁上了，开门嘎砸开了，谁呀？我说我。这听出来是我东西，现场你砸门你不知道是谁，你听说我东西刚才来啥？俺家老程没在家，我操你妈！屋里刚才打麻将，你说老程没在家，怎么我上你家去偷？我就上你家抢去啊？上你家强奸妇女去啊？你老程没在家，操你妈！那你磕还不认？你说老程没在家，最好就我说你啥意思啊？操你妈！怎么我上你家偷抢去啊？你老程没在家，你他妈接着我打麻将，怎么我咱怎么事儿混事儿啊？我进屋我说怎么的？你那逼麻将说到咋的？我说我操你妈，买口单的时候你个比样比不来赖的，操你妈！他比这就比娘们丑，我就怎么的操你妈，我就丑了。人家可没说你啊，哎呀，这是我说的。哎呀，老二，你乐玩就玩几天，你玩几天你玩，你玩够了你告诉我，你说不玩了肯定我就走啊。那不别那玩意儿，因为大家我他妈他有点金油你，你对不对？你别这咬你这玩意儿，对不对？我起咋那么高呢？哎，小伟录的，说的话全给录进去。说啥呀？买的啥呀？小伟录的。那能怎的？
啊，怎样啊？你妈要逼了一盒子。我操！我没家，被你妈跑偏了。咱那啥，你主播我就四个，他说的就四张轴。我主播呀，他就降轴了，我拉倒了。来，降轴嘛，两场就掉了没有？大概两场轴一。学麻将，我那扑了这打，你打不好学麻将呢，还我，你看学挺全面儿。七字电路接中心线，南字新红粉路中心线，北字。金牛机械厂根据沈阳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及市政府47号令规定，搬迁期限自2000年10月9日至2000年11月7日止，2003年4月8日前原地安置完毕。拆迁范围内的被拆迁单位及被拆迁住户要向市政府报告，在以上期限内搬迁。咱干啥就走了？三年呢？三年呀！我这岁数走他妈都不行了。刘工跟你算量量，人家搁你这屋里头再量量。那你搁屋里量，你就不用再捡了。屋里量还行吗？那都捡去了呗，居住面积。哎，那都捡去了呗。房老公房不一样，他明年贴那个大公报啊，还具体的还有。还有啊。你说这个搁里边量了，他这为啥还给减呢？搁里边量，那不就是使用，那就是实际使用面积了吗？使用面积啊，维持那什么面积？他是不是刚才开会说的？开会怎么说的？他是按使用面积算的。他那个分公房私房不一样，有的私房的大部分都是那个按那个。私房是建筑面积。建筑面积。那个房本是哎。都是建筑面积，完建筑面积呢，他把你建筑面积呢按那个就是居住面积给搁里头量。哦。那么量。那他把那个那个还房本了，算房票，还房本房票，他给你量。那当然了。怎么样？行动搬不明天？那给人家查房子，搬的话也不能着急。还一个院子呢。套。哪里？啥店在这？小套。对不对？你说他家那个28平米住个小睡子，一套了，建筑面积，那块儿的，建筑面积人家都60多呢，全算上吗？啊，占地面积吗？他家是占地面积28。咱家这样的，咱家是当间是厨房，没你也是，俺家房倒是一类啊，一类房，咱家那个有15平咋的，7呢，这算了吧，2类的吧，咱小屋还4.5呢，都没算，里屋还住个小屋还是4.5的，都没算，水池厕所全不算，你那是小屋的吧？公房是不？啊，是房产局的房子。啊，那样的。二楼。公房二楼。二楼吗？对呀。三楼。那属于又一个东西。都不算了。咱那个算三居室吗？
胡同有门缝。就这么个结局。你这一动得出一笔好钱。弄多少东西？给两年半的不？不能都给你两年半的。人还行，他妈的和那个求钥匙。交房费前让你扣熟了。他就给你扣吧，左扣右扣。他说你交房费前，你家不应该交一万六吗？对，你交呢，应该给你返六千，得拉倒吧，你交一万完事儿。对。对。知道吗？他给你返过来钱，让你先花了，完他没他腿红啊，他能干吗？对。你早就跟反正他咋了你也占不着便宜，不能说先让你花这六千存银行捞点利息，哪一个合适？就这房子，就这房子归他合适。一米120块钱。啊啊！哎，你告诉你就是王宇公司这玩意儿，人提前了就这么十号，十月人家告诉你，你还回不来呢？你不得早就提前？对对对。该回钱没回钱，你不得给人家那个，那就根据家庭情况了。哎呦，人口多这样的，属实不行的了，你知道不？你就多拿什么？你说那个户口了，啥玩意儿也不论，对不？你就按房票，就按房票，不按人口。什么也不，你就这样吧。这你少剩多少啊？好，33%。你是可以啊。要那样是走得快啊！七哥，咱这是一样是，这块啥呀？啥玩意儿一样是？够中套的，降下来，降下来跟这样一样。我刚那个号呗，那一房子吗？有点亮。给我俩，我要一寸那玩意儿。刚说那个交钱和八号是。那要一间，你要这个。真搞了。这是旧社会的，哈哈哈哈哈。你这样的，太够智慧了。这人老头了啊。你也给我图，你给我讲，我可以拿。多少钱啊？多少钱啊？啊？2块钱。梁某，我操，瞎思考。你回家吧。谁家的？我家拿这儿了呀。我给卖了。啊，注意挑哪个，给一元就行。大十，是吧？我买裤子比我老正好了，这裤子谁比谁正好？花一穿只能短，只能短些。你别打我呀，让我呀，别拐我。你说的，东哥啊，东哥15块钱一个，30块钱。啊？原价不是30块钱？什么？贵。贵。30块钱还不想卖？你这样。贵就走，那多简单点事儿。公斤那就不行了。买一根买两根，这有几个吗？你吃吗？没有。吃那个都没用。
没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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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我就四个字吧，我办不了，还是得办不了，他拿去给他。哎呀，来吧。那不是写一号吗？户口本儿呗。连证呢？两个也不两个户口本啊。大爷孩子，我要是一个房子不也四十五米吗？我这两个房子，然后九十米要一处房子，明白不？我啥要呢？大爷，太麻烦了。这么行，两户并一户就是，我想要一个大房子。不着急不行啊，不着急。就说什么早点那个走了，什么给个好好地方，什么什么好楼层什么的，是不是啊？你早晚得走啊，大气候谁也上不了。实际上不爱等，成天赔，拿钱，最后你还不知道得什么方形，大小还不知道，你这玩意儿要命吗？这。在这一个地方住好了，他不拿钱呢，对不？你哪个中间户不得给一个最小房不得两三万块钱？他都不开支，他都下岗，你看，都赶在一起了吧？还得动心，对不？衣柜他妈给我五块钱，箱呢？箱子十块钱一对，还没来呢呀。啊啊，行吧行吧，别来这胡说。那个，我关心那什么呢？啊，你那个剧用完没？用了。他不用，他都怕给他用不快了。谁家的？那小虎他奶家的。我说你这人，这些年没发现你这样，今天咋这样呢？丢总会丢的。不是，待会儿给他拿跑呢。四块钱，嗯，六块钱，六斤，三公斤，三八两块四，三八两块四，啊，你得了，我操，这不是二十吗？那二十吗？二十六吗？那二十六，二十六，嗯，乘以八，零点四。就十块零十毛，十块零十毛。啊，对呀、啊，你别十块钱，你账我开能行吗？操！我书我都卖你，我都没给你讲价，你还合计个？对不对？说我的。我都是块，没告诉你是什么面吗？能告诉你这个面？这是什么面的？拿着一个。哎呦我操！五毛钱得了，操！那不行不行，五毛钱后上。兜里外卖，兜里有四个。给你差一毛钱，操！收你，我外卖。那老，外卖你就走。合不上。没没没，合不上。我那边东西都整了，现在你不去安排安排，都给人家的，你睡着那人也不知道啊。
贴在墙上，还那样。我早就想到你了。啊？早我就选到你了，哎呀妈！我现在扒房子，扒一个，扒好几个，干嘛？对，三个五级。这你不行啊！那那边那贴着片的都熬着呢。这还得往那拿呢，我那做一烂点更多，卖卖不出去，你说咋整？慢慢学吧。哎，你说那咋整？完了，我这天我都八十三了，有就是人要死了，他还谁冷谁冷去？还能活几天啊？那有就。那现在人也不用别的事儿，就动迁这事儿，那俺们这都说不走。你看那一般这家户那人他妈的比谁强的我，那这就是嘴有些这说是那说的话就是嘴不对齐。那意思你别嫌吧，我嫌吧，我整个好老人，那不这不扯淡。到时候吧，他回迁不一定怎么事儿呢，操，听他。这一个冬天，他一个那么是，他属于那么的这样嘛，这私人冬天，他不是嘛，他那不是国家冬天，他管那事儿。你回来就这房子，你那要不要去？你不要你在这租房子住去，那他才不管你了。等你走就完了，哎，你要不走，你那个讲点条件。等你办完手续交完钱了。那不你说算了，那人说算了。那玩意儿像买东西似的，叼着烟，我买我抽了，你不想退，你能给我退吗？那不可能的事儿嘛。我阿姨上班去了。那住院去。你身体不好。嗯。你给我看看。这啥不能啊？留着。那不刚打针过呢，我冒出来了。啊，等会儿呢。Thank you.
你得给价，不给价是不行。爷咋的啦？哎呀！买哪说哪个价，啥就行，啥就行。真是白搞。是的，一点也不稀。那是小白岗呢，我说这玩意儿，对不？写就写来了，让我。不行，白岗的我也给不上了。来。十个月没事啊，这当成。短，做老成行。嗯。这是铁的，一重一把。哎呦天哪，吓人！不是一重一把，我一看冰箱死活的，不买一个咋整？出去玩去。出去玩去吧，反正我是没出这头，头是不行。知道。你看，带上啊。到家这这。你可别撸了。啥玩意儿？哎呦天哪，啥玩意儿？这撸的我心里难受，你瞅头发掉。一重一把。没病，爸妈没病，有病他不吃了。给孩子攒点钱呢，买点东西捂的，那么大了。那所有对象也快呀，
是你说穷时候咱没有对象，靠啥给你？哎呀，孙女多苦难呢，老可怜了，没办法。这刚才动了个钱，叫逼命似的。两间房，两间房，咱这么大大面积，才给三千四，那有啥用啊？怎么你得给三给？你要给一个中套吧，给一个单间挺好。给我一个单间，给他们中套，挺好，这不就得了吗？他他妈给三千四，给三千四就不给了，太损了。要好，哎呦，做家务啥的，八，啊，老板七，啊，高，姐，啊，你们你高能行吗？我没有，不要走，我有点儿，好了，我先到哪？我，能把你这烫了，确实的，那把脑袋光光的，明天给你整个大麦里头了啊，行，出对了得，烫的，不新鲜。你过来啊！哈哈哈哈哈！气我！哦，对吧？这个就平了，全都平面了。呵呵呵呵。我得搁个三天四天，想用那个住房走我就搬走，少得他妈交上得。对对，交吧，交完了。我听他说今天怎么报了三十多户了？三十多户？多呀。三百户了呗。都那么多了。人到西做那个工房那个，人家小棚子全都推完事了。哎呦！我趁我那阵收拾完，我往那走去。所以都冻老了，还有那个。前面和前边那个陈茄子小凤那嘎达，那个胡同里搬的也多。住这么多年，确实真熟的这伙人。你们过去那说吗？故土难民呀。哎呀，故乡嘛，那谁？你看那是污糟。哎呀，那也是。这腿怎么疼？该洗的也没有工夫洗。不，这人那腿还疼呢。我这疼。哎呀，这筋疼啊！我大哥哥。这啥玩意儿？大哥哥也筋疼，疼的这。说说。完还有个疙瘩呢。说说这可怎么整？完了，哎呀，这搬走就好了。不整天这别人都上火吧拉的，你看咱那小胡同，真棒的，真可怜我。哎呦，他可太棒了。小青说呀，给兰老这屋啊行啊，够你你是不管我妈了。这三个人不说啊，他说这屋这屋也给那够那三口人住了。等小芳大的时候呢，你说是咱没有这事了。完了，这样呢却买一赶趟。你听他说啥？您听吧，三户啊，房有的是有的是。我现在我得啊，我得给我儿子买那个准备一间房，我买高价的。妈，你看那。这叫什么玩意儿？俩老姑娘，他就买呗，太鸡巴驴了。他要买就买呗，太驴了那也。他要买，你买呗。他要买高价，你咋买呢？老头老太太，你也撵走了，你也好听，你也好看，不老头，都给你了，都让给你了，还先搬完呢，不搁好楼层？你说这话说的多？我说没有，我搁当院呢，我都拿出来搁当院，完你就光上寒山去，这找去。啊！先这么的，先把这包先放边上，先放边上，先把这包放上头。谁呀？你把那个带上来，先放地上。干啥搬了？怎么的？给完了？合理了？合理搬完再说。也别不合理，说别搬了呗。干什么？不像乌样了，哪像乌样啊？你瞅瞅，哎呀，过行了，给老太太留个那个纪念吧，都。嗯。哎呀。搁一个板儿，睡觉时候完了把那板儿放上。该咋整啊？
不来吧，他爱玩儿。你看他带上。现在你说呢？这一走，老太太能不哭？现在房子啥也没有，房子还是一儿子媳妇的。哎呀，没有办法啊。你说他困难到老了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人这一大帮，我也不能把姐接走啊，你说。老了，人老不好过了。路上是哪的？王姓怎么讲价？给多钱？啊？头那车是九十多钱一百，他走过去，干一天，干一天，干一天，那谁不过去？不过到哪有人翻吗？你俩过来吧。我仨儿子，仨儿子，三个儿子下岗，仨儿媳妇儿，俩儿媳妇儿下岗，没工作，在工厂里都黄了工厂。我们说我十六岁来到咱们家，就来这屋里住的，住了这些年。我今年七十三，我十六岁来的，西广里，河北省来到咱们家。那时候啊，问什么来了？那时候像我们住那地方，那你看那个地道战没有？就在俺们那地方。那时候小日本的时候，他妈到处抓兵抓人。这地方不是日本人侵略的早吗？来这地方来，比较包括一点。你要来那地方，来那老家待着吧，日本看着娘亲都给你抓走，看着娘亲都给你抓走。说就那时候跑到这边来给你打工，给日本人做工，都没事了。那咱们那彩箱来了，啊，我找到他没挂着呢。这个啊，我找到他没找着，我他妈。
我啥都不要了，你给我整个房子住去，我没钱住啊。我操你妈！你看我来这，你看一会儿到中午饭呢。我操你妈！你这脑袋我全是大鼻血，你看了。坐那儿，坐那儿。哎呀，我弄废了！我操你妈！你看哪？等会你瞅着。真的，我怎么要不是没怕人，知道不？这回牵着个利益上了，你知道不？我更不能怕他。你这不正常吗？你？哎，考试了，考试啥事？毕业了，学到啥了？谁呢？那谁呢？退休不撤不走了。咱也不学修车的。技工吗？技工你不学修车。学换轮胎了。啥没有？换轮胎会换吗？不会。毕业了就。嗯。开车呢？还没学呢。嗯，我也不是开车吗？你们技工处是聚餐车和张牛他们还不是一起去的，不是一个车都。都分车，你们都哈，在人家就有钱的，不差点钱，买俩出租车都能买起呢。人买出租车肯定不赔，心里没压呀，人家。买出租啥嘛？买什么出租车？人要自己花钱买出租车，买自己买车还挣钱，不像给别人开。给别人开合适？给别人还不合适，操他妈的！一天交卡200，你他妈能挣多少钱？150。你就交150。嗯，那一天咋的对付吧，交150他们油钱自己拿啊，200管油，现在反油也不太贵了，谁管油啊？那一天可能这个3000块钱那出啥啊？我的天，累的那天搁车里钻的。你哎，你不知道你现在鸡巴上场强啊，那肯定真说错了，我操，工厂天天比开车你今天随便买一个拉杂都得跑个2-3年的车，是不是？最少跑5年了，车你妈玩呀，你不找累吗？搁那儿，你再整个波尔麦斯，你更能的了。操你妈！你再不试试，再要等个啥？等个假蛤蟆？你操！你等个奶汁也行。是啊。你鸡巴杀手，谁用你啊？你靠枪杀手呗。你妈的，你整个逼片儿，你鸡巴谁有跟谁有仇？过来雇你过去杀了去，过去撞你。你那不信眼儿的都是，操你妈！122来了，插班子是进耳创的，都和你鸡巴都是，你打上交通技校毕业的啊？不用研究了，操，瞎逼一个。这么说他妈将军他妈跟不他妈那啥黄了鸡巴的，操！你学交通校的车不开了，啊不开。你说你做买卖不一定能做，嗯，当服务员你肯定不能干了，嗯，上厂矿哦，那不要你也没啥毕业证，这有你交通校毕业证也不能要你啊。咱也带着高中毕业证，怎么的？你上厂矿还要你啊？生啥？生产啥？嗯，生产啥？要啊？他不要啊？社会工人给你开劳保了，没有那司机证了不？就给人打工呗。打啥工啊？对不？我打啥工去？不，这他妈是他妈家伙事吧？不是咋的？等一年的还得。嗯。你个操娃心，你知道干啥去啊？毕业，你个操娃，你现在个操娃心那个的。你这又别唠嗑了。问我呢？嗯。没我干啥的？你那呢？我不知道干啥。鸡巴理想都没有了，我他妈跟我一样了是吧？不还一个？你那个逼样说啥呀？跟我一个逼样了，没有见过。你连理想都没有了，啥理想啊？自己说，操你妈！是啥理想啊？啥理想啊？啊，啥理想啊？还有一机会要磕了，吃饭吃啊？啥理想啊？行，你家这屋别
给你小号了。这也卖不错呢。那点味儿还挺好的。这你说让你拉着。嗯。那二的跟他开店发了都。咱俩没有尿尿的行啊。尿尿行。天还是天。小船寻找港湾，不能把你忘记，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你的孜然一绝。十一月冷，十二冷，一月冷，二月冷，三月还冷，哪年不得四月五号的清明？你合计合计，一冷就五六个月，操！你俩二十三四，你个月仨月的冬天你熬不过去，最少得四个月往上，知道吗？你赶上四月份的时候还太刚刚的呢，对不？那十二月份俩冬天不打死你知道吗？那不就是开发商能给拿给拿点钱吗？拿那瓷砖的，他打死不打死说这会儿是他们雇的人让你打死的，就是找你这帮地烂过三家，那地烂让人给打死了，不是那个对，不是说的做业户让人给打死了，人那个你个没惯毛病就给打死了，装逼让他去给打死了。就是找谁来也就找就是找谁来，那也不能走啊，不是找谁来你还能走啊？那不肯定了，你没房住你我你找我你找谁来我没房了我不能走啊，对不对？你不答应我不能走，谁来买就行。买着了，完了，你下雨完了不来了。你下雨怎么走我了？四车完了回哪的？这叔啊，我那个鸡怎么又跑了？说老搬家，一搬家吧真累，操！哪儿哪儿？你坐你那吧，我这里走。搬你的呢？你也走啊？搬你。
这线头给两份儿，你敢严重给两份儿？不玩了，这边有一零，七，哎呦我得劲儿，哈哈哈哈哈哈。
你干啥呢杜斌？累吗？爸你没玩累啊，我玩的歇会儿。头回上网了，老大的能头一回上网呢。开发到哪儿去？都是空间慢的。啊，那底下吐头，我吐头了。咱们这边那个，以前他不是咱们这边的吗？你进屋了？哎呀，没打好，来打啥的？调理哥不早走了吗？我排第一号了。没打。就因为调理哥没走。完了，上嘴前去，完了。爷，都你看袜子准备好了。我龙画啊。完了，那你住吧。完了，我这住了。对，龙画，龙画。行，现在我希望什么呢？就这些玩意儿全归俺们人了，我不要。你这帮举着住房了得，举着小我能干。他都老过了，我一王两号，对吧？那你这就怎么一王上一个二，上三个王，你怎么打不？要这个也行，就是门市房，你给我就给我门市房。啊。要么呢，别的房你别给我货，给我那什么，按那货币安置，你给我钱。嗯。货币安置，门市房怎么安置，你给我怎么安置。你不能说上老百姓居民房给我安置吧？对，这俩你这地方坑人，我操地方坑死我了。所以说这中间就有个折。那你这个那不好整，坑死我了。好像搁你身上挣点钱也好你身上了，坑死我。徐建，你记住了，一分钱我都不来给。没有钱这行拿呀？不难拿呀。那我卖血去啊，血现在还不要了。那没有经济来源。就白给他一个呀。那啊，那没法呀。他属于孤儿子，照他。你看到时候这多少也得拿点。拿啥呀？上哪整去？千儿八的得拿。千儿八上哪整去？问他，你借我呀、啊，我咋？那个意思你借我也行啊，我长大我还你。有亲戚，我老姨他妈的，咱家我老姨我老姨夫，就我老姨夫一个月开鸡巴四五百块钱，就够吃饭的，还够啥的？你说我家没亲戚。你妈得什么病死？脑出血。他妈怎么脑出血？高血压呗，高血压也没得，神经性高血压，一激动了就有一阵脑出血。他妈是对血压不好。嗯。哎呀，我妈不死，我估计我现在就不能这样，命运我都改变了，信不信？那你咋啥样啊你？
最起码不能让人砍了。哎，好。哎呀，他妈最护铁蛋，能跟他玩命干嘛？能跟他家玩命咋的？他家能这样？他妈，他妈跟他玩命，你可不知道，他妈贼邪乎，贼厉害。又来了，在这边照来了，你给这边拉也得动啊，你给照，光走动，别叫它溜了。四点吧，这是。理想中的房子也挺好，给你吃，妈的，谁能快肚子？我给你吃，那能不要脸的？当我老爷们的。你上趟他不给你饭吃？带我要上饭店吃，人家妈的回来没有车了。他不欠给你啊？你。破大米刀，我都洗的。这有馒头吗？刷坏了，这筷子都刷干净了。啊，你看你刷，妈个逼，这不是你干的戏。六点半你就睡觉，能睡吗？哟，这啥意思啊？王健，你睡哪觉啊？早睡早起锻炼身体，知道不？你跟你妈、你爸一个炕啊？我单间。单间好啊。嗯。什么单间？我咋的我？啊、
你奶奶哪住啊？我老公走了。这一个牛逼话呀！让你住两天得了，马上八你待着去。哦，你在你奶奶屋。今天16号吧？这是俩。自己。啊？自己。20号之前不搬，强行退。去他妈那有弊吧？我给你推，你这咋的？能咋的？长得劲呢。你别搁家待了。你年轻小伙儿，到时候收拾你。收拾嘛个逼，收拾不走就不走。人把你往你旁边一推，一推哪的哪去？他没有那个。到时候东西都不管，不管你屋里有啥。还管这事儿呢？电话得发，你拿回家做媳妇儿去，俺家有，这次老三要接嘛，准备接电话。拜拜了，这烟粉屯儿。这是故乡啊，还得回来呀。还得回来，回这人干啥呀？妈给了我不就给什么玩意儿呢？哎，那、啊、行好，搬走了。啊，还没搬呢。完搬了，嗯。哈哈哈！闹心。老头不行，要不行就不不去。老头眼睛皮子还疯呢。肿的，大毛眼儿都。要不搬家老头。他跟这老奶奶们都行。对。他说一届的，不是一样。得样啊，你那儿他就得样。哈哈哈！来，孙子给奶站上，快点的。给我房子不好使。那以前你可能也是听说的，东北一只姑娘说，我是对他们我不是什么太怕他们的，你敢来我就敢放你们，还不管你来多少人。这都是让他吓跑的，砸窗户砸门的，你看我这窗户栏我都卸下去了，你看这一推都能开，谁敢进？完不给你放这干活算能的，完我一个打拐子你死，谁抓我都行，包括无辜抓我都行，我就不能让放过你们，我就这么干了。比朱兵他们那根本啥也不是，他们人就废了。就你说认识那些人，就是我这个比较比你大一点说，就像你长辈似的，这些人全废了，啥也不是。这啥也不是，社会他经不了，反正还反不了，就是搁中间那胡闹。你说朱兵和你同岁，合着这是差不多少，就来家这么悠腾。你要是干点啥吧，当兵不行了，对吧？年龄也差不多少了，肯定他也不能去，
检查咱那个人没人也肯定检查不上。上去了给我冻，我老孙子怕啥的，你都归公家，都归公家，完事儿我不拿，不也使用吗？我说这个使用，没有用，这就王经理说的话了，老孙你别开发了，公司给你花了，哎，没有用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听明白了，你要是昨天就归你了，现在说归你，等你正式那啥了，使用了，你三月两月没交到钱，他就开始那啥了。对不？一起住你干嘛呀？你王大院他就该说了，我这一个月多钱，他就给你往死拆，是不？对。你还不能给，你不能给他就起诉你。对。起诉你就没有你就没有理了，产权母你是单位的，你不给那个租借费，你可以收。对呀，集体房产。对不对？当然你打不起这个，你指定输。但是集体房产当初他要不来，他没有我的面积，他要不来这大面积。你现在不就是这样的人？刚才一旦要来以后，你我原有的这些就是证件啥的，就等于作废了。你不是这不是说，这不刚才说跟他说是咋说的？不是啊，那他怎么不明白啊？他要是不是不，你刚才不说了吗？个人不给你办门市，只有人事服务公司去能给办了门市，办了门市不给你老师所有，对，归人公司所有。就你家的面积也是让人家公司公办的，就这么个意思，是吧，老哥？让人无公出公了，就是。哎。那对呀，那我没房住了，你出公了。最后人实在不行，还你一个什么，就是住宅房，我赔死你啊！还买馒头啥呀？吃饭。我得切菜。不切菜一会儿晚了，切菜做饭，这里，他在找，我在吹。
打的时候就不爱擦了，又发布了，说你卡住了，你把那火去去。挺经典的，反正这一号一点也不亮，上面还有土黄。王哥怎家都搬了？搬了吗？王哥怎家搬那车上我家那地方？没搬，他家有人住呢。没搬。搬了。他家给解决了。就这灯他解决啥了？哎，不明白。老五这怎么明白？没有大理鱼。对。他进屋看。你不肯定好往一群马看去了吗？我这。哎，两门搁一点电灯的。张大姐。你能不能啊？给他掐了，给他掐了。给他掐了，你看着没？你看着没？他是帮你们不看外边人，那玩意围老多人了。满吗？天啊！然后吧。用不？哎呦，朱一成参加了盛家的老四队。哦，咋的？参加的？你要参加的吗？俺家我自己搬酒，搬哪儿啊？老板。女婿来了，我叫媳妇。对不？我这搁哪儿当了个啥玩意儿？一下过来，哐哐哐哐，告诉还不告诉的，告诉完了那啥，真过来到我干，给我干碎了。
下车通知我们，强行通知我们。威胁，他属于。这边也得吹。你受不了。搁这样行吗？搁这门口没事，搁到塔了吗？哎，老太太，你把你这点抱抱，我搁这，搁一个，搁一个不行吗？嗯。搁这搁一会儿不行吗？搁这搁着哈。你能搁个啥钱呢？搁的啥钱？你这你又给你挡上，你比比你这么挡枪吗？那你就往这边扔吧。往找老三，叫我上去，往那边扔，接孩子。往那边扔不行，搁这儿呢，搁这儿也不行。这劈柴。是啊，劈柴往那边扔呗。啊，劈柴往你那边扔呗。啊。劈柴往你那边扔是吧？啊，我劈柴往那边给那个咱乡委摆一桌。先生，咋搁这挡着去？行。你得找老三，我往那摆。你这人家那行吗？这再弄弄那弄弄弄弄不动就不弄了。不弄啊。压着呢。等你搬不动。你搬不动。来来来，你老五摆。哎，好，哎，这都下来了吗？这还一袋子吗？这不是。这不是，那破焦活。焦点那个。你这俩人来，干啥呢啊？能干吗？啊，没干呢。啊，他这整完都压底下不白整了。压的破玩意儿，往俺家的呗，没呗，你给我刮漏了都。那漏的咋整？你拿着呗，你啊，这不咋整？我多沉呐，这玩意儿。我都抱完了，啊、先拉着吧。他抱回去了。都给我拉跑了。我都抱呢。
光顾你哥哥，不管别人了你。我抱我他还是拉他。费劲，抱去多沉呢，我抱去。沉不沉的过来，还得给我走上去。你这个爹不行。走了都。走我得走啊！来来，兄弟，你给我放上去。啊？我好好回来了。你回来干啥呀？慢走。赶紧走。赶紧搬家！我弄迷糊，臭迷糊，臭都累，臭房迷糊，臭累。你倒是累不累？傻子。人道之书如何安慰？大黄。你说黄？跟你说冰，你说黄？还你说黄不？你猜呢？你也不是没出门。我从没没远走远道，我明天得走远道。远不远道？这大雪不大啊。我明天走远道。嗯。明天上哪去？那我干啥？把那个整下来，求点钱。什么玩意把那边整一下子？说话没前没后语的。嗯。没办定的，咱就先不说。这搞定再说。想做到哪天？嗯。做。咋的？小破，我一瞅就闹心，我都迷糊。我，你刚住几天高楼大厦啊？好像说点实话，你住几天高楼大厦？啊。正因为没住几天高楼大厦，所以说小房住够了。明白不？懂不？Thank you.
住还费劲，给三台石头还费劲。要给俩单儿，买一个。那就那俩单儿，他也不给他姑娘。俩单儿给老二。这也再添点儿，送楼那就办着就行。行，我添给他。我有点儿呗。添半吨。那就给三姨夫人。对，还搁呢哈，包括里头。儿子要呗，儿子要带上妈呗。那个不是儿子一样的啥呗？这是这老二老不着这是，你要三件式的，三件式的意思不要三件式的。你等着换个套，等我充两个钱儿行吗？给老二，你这咱俩等着，不管那么死活是吧？那咱们上学时候他就得给他妈给带上妈了。啊，大姑小姑，好了厉害。我们家里人口多，九口人，老少三辈儿。大姑小姑，上大也是长的软点的。一个。哇，真赞。奶成吗？现在给娃做的豆腐很。做的是假的，那不真你俩的。真的啊。真的。不知道吗？不动了，也不动。豆腐。啊，豆腐还能不能豆腐不行，一口香。等着拿瓶皮外头的，皮外把门关上，门关。留着装醋得了，有装醋瓶吗？行。冲冷不？还行，别冷。你家有电没？没有。那是干啥接啊？没有电没有。这次下工资没有你家呀？知道那没有吗？这次下工资也不下多少点。瞧嘞！欢迎又进有限公司光明集团新奉献。哎呀，眼病患者的福音。沈阳市中医药协会门诊部特邀上海著名眼科专家、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、上海白内障研究所所长胡国庆再次来审，为广大白内障、青光眼、视神经萎缩、玻璃体浑浊等各种眼病患者亲诊。亲诊时间：11月30号到12月12号。地址：沈阳市老龙口酒厂东走500米地址。咨询电话024-8851-9508。好了，今天的新闻热线节目到此结束了。主持人玉池琼州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再见。放大点。放大点，远处点。辽宁人民广播电台卫星广播，现在是生活顾问节目时间。啥呢，大叔？
谁是你大叔啊？有病啊你！你眼睛，哎，唱完你就别答应啊！心中这叫大叔，你有没有？直接抽个人先打麻将呢。大叔打麻将。你猪狗！哎，大叔，工地放哪呀？打麻将。啊？缺人打麻将，找人去。哪有人啊？你妈，你妈没钱。人完走了，人完没准儿。没钱。人完他妈，完他妈这合计，他能活几年了？对。招人整不好，没挣过老太太，他先抬腿了，对不？那他家最后给的啥？不还是三居室吗？单间儿。给俩单间儿啊？一个单间儿吧，他家要。人也狠吗？那他交钱呗，他家可能会交钱吗？不知道。那不对呀、啊，那他奶奶？他奶给他奶啊？他奶跟他二大爷了，给他奶钱呗，主要是。对，那钱给他贱逼吗？你说他家伙有病？谁钱给二大爷了？那钱也给他二大爷，他不给他两万块钱一个单间儿。给谁呀、啊？给王恁家，两万块钱给他奶，他把恁家一个单间儿就完事儿了，懂没？给两万块钱，货币安置呗。对。操！俺家这屋格格的。啊。他奶可大婶。那屋呢？那单间就得。俺家那房子就要一个了。对，就是肯定要，到时候谁不懂呢？现在摸顶没用。没用，到时候咋？我还说一开完会，开摸顶，给你摸啥了？就摸完了，开会那就是真事儿。你这点俺们那边楼起来了，你这边也能。什么俺们开水能走人呢？走了，一起的。咋麻将啊，大叔？没人，他底下还麻将。你管呢？我看他挺好好战的。你管走，因为没底气，没钱。许建可能搁王浩家去了。许建不爱玩麻将。他跟他要也不跟他玩儿，操！赖！你要哎呀，我现在我就等他妈呢，我都不着急了，我去！他眼瞅过年了，他妈半年我都挺了。他妈回来能要吗？他妈回来能给他钱？给钱能给你吗？给钱又想去捞养家糊口去了。给他也是个谜呀、啊。给，怎的？他不给我吗？刚开始吕旭和吴儿陪你精神都好，到现在也小气儿了。都小气儿了，你行，那像我那一百不给行，我他妈从小孩手里给他借那一百，他得给吧？那你下回还给借啊？我多大脑袋呀！我操！这个货他妈，我这进门开始没借点儿吗？进门开始到门。许建就这点好，从来不往进去。我知道你没有，有你也不能借。给咱家一类房怎么住啊？俩孩子都二十多了，小孩都二十五六了，俩男孩。大家一类房。给咱家一类房，你看，咱也不愿来这受罪。这
这是那个玩意儿啊，你嗓子也好，你这跟你们唱。他也不会买个东，他也不会买个东。他不懂。嗯，多少钱没买个东？这样是不能吃的，是吗？都收。你多少钱没买个东？不会买。还上班呗，今天上班啊？明天。别鸡巴喝点酒，咱别玩肉一个，俩二，这个逼干啥呢？哪有俩二了？俩二，出去俩狗了。没啊，准备搂俩尖儿呢，这逼都下仨尖了。没啊，出。打这个，我告诉你，打一个这个，一尖。没啊，没啊，来。小虎，走，再来一尖。再来一尖。没啊，还剩四个。一个二。一两两，四个。我操这个！这我这喝的也是这回事儿。咱你搁这串场的不？够不够啥意思？就几四百。哎，你家电视能看不？嗯。电视能看不？这鸡巴黑白不是啥了？我操！没啥了。看是能看，你知道不？你想看你就播吧。看啥呢？能看放会儿也行。能看。就看要是小品有钱了啥，咱哎呀，那有钱咱吃点二啥的，是吧？有钱了，我那现在没看过。你妈怕就擦的呀，家里走了。瞅、哎、我在这儿行动。哪来的 ？QQ 啊。咱这鸡巴电视有个逼样就这花花的。那你戴眼镜看不清了。太鸡巴烂了，这电视。俩圈一个。俩圈，俩圈，圈能走不？那就完了，一元，没事儿，整就完事儿。对呀、啊，这不还得往他欠我四块。啊。对啊。这不欠他四块吗？嗯，行。你把你涨个五块，你给我的。那这两块给你不就六块了？那不还六块吗？这两块。嗯。揣着吧，我一会儿打车上班，正好十块钱。哎呀，行吧，送我一轱辘得了。我咋鸡巴送你？我他妈往哪去？把你的脚给横上那儿。不要慌，下来你给你啊。走的很慢，有钱，你这地方挤。我他妈，我得躺着，我太有累了。这皮子腿，我操，怎的啊？都拉屎。打半天，相当于赢多少钱？赢一块钱。哎呀，今天初一了哈。我得上点香。你先炖完的吧。走。走。有纸没啊？哪鸡巴有纸啊？我不准。走吧。我再回酒路。
挺早没来哈，一个人没来。对。啊，这干嘛？都死了。怎么着？那大缸我喝好了，昨天黑天走路上都跟那搁的，没了。今朝来没了怎么的？我跟那屋里走出来可大了，那座缸还厚，挺老厚，挺老厚的。你看，可沉了。亏也没办法，人家这些人就是按那沈阳市政府规定的，把十七号令就是按这执行。大哥，最后给你怎么解决的吗？没解决。还小航，解决不了。干了干了，哎，兄弟，太没太他妈不像了，我操！尿尿呢，我操！家里闹啊，老弟打我麻将呢，比我还大呢，啊？啊，行，那怎么？他也挺抽人啊，我没钱还抽人呢，你这赠与兄弟。我干了也捞不到你，哎呀我把那底价卖了，哎我你可抓我了，他怎么这么闲呢，他妈的地给卖了，打他，他地给卖了，我哪里呢？我北京的，咋的了？北京是哪的？来来来，赶紧放上电话再说吧。赶紧跑！多少钱还的？什么？啊！你妈有跑，跑，快跑！快跑！哎呦！哎呦！跑！哎呦！跑！别录啊！都干啥去？我妈！我要跟室友打。风都长，这怎么那眉毛了？这是眉毛长刺手，那就坐坐就在这个地方，一进就在这条线的话，关远远不到那个着火地方，关这么到不了这，到不了这地方，没这么长，这多长了都。现在已经到房了。
这样了呗，给我那么高。你搬进新居。我妈妈妈妈知道了。那个得刨吧。羊。羊。下不来。搁地下。他在沟上去了，能不能怕猪过一长远就凉着吗？就陪着小孩儿，就那嘎溜门，那怎么治啊？他支个杆不支杆不行，他那站着的，没了，棍子抽不着了，就得支吧，天爷别。他那还不有劈柴吗？你不得拽个棍儿，跟那个棍子当个蜡的。是什么东西？这家伙别崴那啥。喝酒了？喝了。喝什么喝啤酒？那小酒猫能不喝吗？喝啤酒。啊，一瓶啤酒，一瓶。那不爱喝，没事。嗯。饿没？三叔。我不饿。那指哪去了？赶紧聊两张纸。你那咋来的？怎么了？快起来吧，我奶，给折腾了。搁那里头。漏吧，漏出来得了。就是呢，心里得的是这挑灯这好油的，咸巴拉的。别折腾咱了，别折腾咱了。也别把衣服了。小梅。哎，好。小梅。哎。干啥呢？快写零，写零吧。明儿来抠你来了，你看看。你换好住地方，你还不满意？赶紧的，闲灵换新居得了，别折腾咱了。这下子完了，现在已经逃账了。那说儿子来了，行，儿来了，快点儿。已经逃这地方了。儿子也来了，孙子也来了，孙子也来了，那都是血缘关系的，一块显灵嘛。你可别磨磨唧唧的了。那挑点的好友的，你还搁里头还装秀米呢，还不来了？咱就不管你了，走了。都是五，什么鬼啊？